而且我们讲哈，台北市还是有温暖的啦，不如我手想象的这么冷漠啦。相处下来，这一年的跟居民的相处下来，关渡赞啊，好吧，关渡赞赞赞。虽然说以后可能要面临都更，所以很多大老板都还买了房子。对对对对对，而且这边中国人可能会越来越多。对。关渡就是不一样的，你是假假。